五公分长钢钉飞擦左眼，粉刷工白内障显瞎。说起半年前的公安意外，差点让我变成独眼龙，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恐怖。那天我为了拔钉子，结果五六公分长的钢钉硬生生插入我左眼，同事赶紧送我去医院，医生检查后发现角膜、虹膜、巩膜都有裂损，部分血韧带断裂，并发水晶体脱位，恐怕失明。医生先帮我把伤口缝合，没想到一个月后，我左眼有雾雾白白的亮光，诱发外伤性白内障。医师动手术清除我水晶体混浊部分，再植入人工水晶体，总算让视力慢慢恢复到 0.4。再把，因为它会有可能造成他伤口的二次伤害，发出来的话就是他眼球内部的东西有可能已经跑出来，还有发生感染的问题。